我现在进来这个展览馆，他所展示的就是亚松森这个地区原住民的生活用具啊。这是一些编织品、乐器，他们的装饰品，睡觉的用的网。可以说是吊床啊，这是他们狩猎的箭工具，还有他们的石臼。这是一些陶器容器，竹编的那个篮子等等。是印第安人他们平常的装饰用品啊，皮革之类的东西，还有羽毛。他们的乐器也有类似 有一些类似那个中国的那个笛子啊之类的东西。那这边是他们的一些装饰用品，手编的。这是他们的鞋子。这是他们的钱呢？这是钱吧？还是什么？还是什么？耳环。你看那一个相片，他的耳朵装一个。这是他们的装饰品，这个是耳环。哇，他们这个耳环戴的耳朵耳垂就很大了呢。对。他们这样弄到后来，把这个木头把它整个塞到耳洞里面去。所以呢，耳朵就大。大概拢做好奇的。迄个上讲诶，讲吼，迄流浪汉大家有找工作多啊，上讲诶。伊讲，真是啊。迄是上讲诶，我袂记得。他是在讲另外一集，他听哪个的？讲是迄个。何谓共产党？耳朵那么宽。你看这个是他们的那个在编织东西的器具吗？对，编织。那卡谁啊？对，那些那种。更原始的是机啊，各种手。你知道对买这无？我对这较有兴趣呢。乐器吗？那是愈加那边乐器嘛，是不是？用新型的，讲的是有点旧型的那种吗？传统的乐器。带不走了啦。带不走。买了也带不走，所以不用买。买了，不然就留给我们弹。他妈妈弹钢琴，然后他弹吉他。现在那个乐器就
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他们以前做的那个装水的容器。对。这个就是他们的饰品。那这些东西是这个人的。这是一具他们发掘的一具干尸，哦，这个年代已经相当久远了。